要爱就表白，让桃花别摘，你穿平底鞋也不输姿态，少女心的青睐未必虚荣心作怪，那个假面让你期待，爱一个心跳也别浪费一个恋爱，一句情话也能绽放一片花海，不怕多被动的女孩害羞还是避开，等我把刀勒好领带。那个方医生来了，走吧。去哪儿啊？不是说好今天一起看电影的吗？我今天啊，一个合作伙伴刚飞到北京，然后我这赶去机场接他一下。那你今天又有事去不了了是吧？真对不起啊，对不住啊。那你应该早点告诉我的。是啊，谁说不是？这刚发的信息，我这不赶紧就给您发了吗？那好吧。那你先忙吧。哎，那行，我就去了。我去机场还挺堵的。哎，你要去机场是吗？我正好有个医科院的同学也住在那边，他一直说这两天要找我玩，你要来得及的话带我一段，不方便吗？方便啊，太方便了，这时间正好还早，我绕一圈就过去了。咱走吧走吧，那走，我车在那边呢。啊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来了来了。这可没有了。这是什么呀？呀，巧克力。哥，我还是更喜欢这个。哥，你回去把这退了吧啊。为什么退了呀？你不挺喜欢他的吗？我能跟你在一起，就已经很开心了。我们平平安安的。只要能够平凡的生活就够了。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，以后来吃块巧克力。没有，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巧克力。先去买包包吧。小姐，您拿的这款包是今年的流行款，非常时尚，适合您购物休闲都可以背，很漂亮。这款呢是本店的经典款，而且可以说百搭，不挑场合，不挑服装，背多久啊它都不会过时，我觉得特别适合您的气质。范先生，您过来帮我看看这两个哪个好看呀？这个啊，关键是啊，这个主要是哪个是真皮，哪个就值钱啦。您放心，先生，都是真皮的。两个都是。对。要哪个好呀？两个都要了，打包。好的，请稍等。
哟，范先生，您这是干嘛呀？人家很矜持的哦，您可以理解吧？理解。哎，对了，范先生，我有件事儿想跟您说，就是吧，我们酒庄过两天啊有一红酒品鉴会，那个我想邀请您参加，主要是呢，我这次被选为主持人了。哎呀，英锦小姐啊，长得漂亮啊，啊，还很有才气呀，啊，哎呀，哎，把地址告诉我啊，我一定去给你捧场了。那太好了。啊，对不起。啊。哎，峰哥，嘛呢？啊呀，你在哪呢？啊，不是你干嘛呢？你在哪里呀？啊？呦，峰哥，你真是学以致用啊，这随时随地都能用得上。那边晚上你有事吗？我想约你吃个饭呗，顺便我给你叫个朋友认识。啊，没有问题啦。啊，那就晚上见啦。行，得了。告诉你啊，一会儿你必须得积极热情，听见没有？当然。当然，你可还这样快？哎呦，范哥来了。我先给您赔个不是，对不住您啊！你说您这么大一老板，我给您安排，这有点掉身份，是不是？兄弟，算了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方多好，吃的多实在。不是啊，那个高级饭吃的不舒服。哎呦，范哥就是个实在人。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，啊，这是我们师兄麦克啊，著名的青年画家。那蒙妹应该跟您说过吧？久闻大名。您客气了。我没啥名气，哎呀，名气都是创造。啊，先知道才华，我早就听说过啊，早就想见识见识。行了，你看，哎，范哥就是个，哎，你看，别客气，别，咱们都坐吧。来，行吧，那个范哥，哎，您喝茶，我跟您去拿东西。这我一哥们练，这特任性，必须得自己上手。行吧，你自己拿。那我去拿来啊。你看，你又逗我玩是不是？哎呀，茶都给您沏好了，喝着啊。哎，聊，好好聊啊。哎，好的。哎，那先喝茶。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老婆。这是太漂亮了呀！是吗？哎，今儿回来够晚的呀。这还晚？我会开了一半，我就跑回来了。不是他。啊。是吗？不是，那还有点困，我要睡了。别呀，这困这才几点呢？你，咱不能那么早睡，是不是？啊？早呢？够晚的了。那困呢，可不就睡吗？哎，谢楠，这样，我最近确实事儿挺多的啊。这一开会就开半天，哦，真是我也不对啊。我今天本来还想加班呢，在单位睡。是不是你们就因为你火气回来了，我就跑回来？那别把你事儿耽误。没，一点都不耽误啊，一点都不耽误。关键，你看你把我们弄得欲火焚身的，怎么不带不管我的？哎，那真不好意思。可是我真的有点困了，我真的睡了啊！别，你太早了，时间。哎，对了，不过今儿吧，看那朋友圈，好像说睡觉之前，那还等什么呀？老爷，我想多了。啊，麦子先生，咱们虽然接触不多啊，但是。我就能直观地感觉到，你这个人吧，就是太老实，光老实又才华不行，
啊，你不操纵，你猴年马月才能出来。对对，大哥说的对，嗯，真的是我真的太需要保证了。嗯，对，看看啊，看看，这要不是我和萌萌在这学校里面认识的范哥，哪有这缘分？这真是太好的缘分了，是不是？哎，范哥，给指点名单，还给这个名单，我哪懂什么艺术啊？就是给你们做个中间人吧，啊，就是那个你们说的那个叫什么经纪人啊，这个你接受吗？当然当然，这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其实啊，我一直都想找经纪人帮忙运作，可就是没有找到您说的那么有力度的。今天认识范哥真是太好了。您看什么时候方便的话，您能不能给我引荐引荐？哎，没问题，不就见个面吗？好，范哥好，哎，谢谢你啊，有劳您了。你放心，我这兄弟只要好了，肯定不能忘了您。重谢，是不是？重谢。来来来，你茶淡酒，敬范哥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来来来。那你看，就这样，时间也不早了啊。这样，等我啊，跟这个江先生联系上以后，再跟你们联系。我先走啊。哎，一起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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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峰哥，峰哥，峰哥，那什么，我们撤了啊。我们撤了，撤了啊。哎，哥们儿，你这个鸡翅烤的真好吃啊。喜欢吃你又常来。行，那撤了，峰哥啊。走走走，谢总啊，你稍微等会儿。哎，峰哥等你啊，走走走啊。行，好，是是是是是，不能老不给钱是吧？我这行了，别演了。什么吃饭给过钱呀？那什么，谢总，麻烦你把这个替我叫工的啊！我好不容易逛趟街，就那个看见那个，想起来他喜欢吃，就顺手买了一盒。我就想让他高兴高兴。行，懂了。但是我就是今儿有点晚，明儿我肯定给你送到，行不行？行，那就这么着。好，拜拜。慢点啊！哎。哎，范哥，范哥，不好意思，对不住啊，我那哥们找我点事儿。哎呦，啊，那兄弟，你拿这个什么东西这么好看？啊，这那个，我那哥们他给女朋友送的巧克力，女孩不都喜欢这个吗？哎，我觉得你平时也应该借鉴一下。我说小兄弟，在这方面你范哥没问题。哟，是吗？啊，但是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哟，苏兄，你可得学着啊！你看人范哥，人哥们都懂的，你就不懂，每天就知道闷头傻画画。哎呀，艺术家都这样。对对对，走走走，哎，走走走走。这。哎，你醒了？嗯。我还以为你今晚上醒不过来了呢。我醒了。哎，你帮我看看我今儿新买的好像是呢，你觉得好看吗？好看。好看啊。是。我觉得吧，你就这是有点短了，我怕轻轻一碰，轻轻一转什么的就。嗯，正合适。啊，是吗？嗯。那我觉得那个肩带儿是不是有点细呀？我过来。啊。过来。行了，你觉得你吃乖点儿。你都那么累了。没有。你别闹了，明天是。我一点都不累。你什么过来？怎么那么淘气，行不行？啊！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一生可被你折腾惨了。合着你今天没什么事儿，我今天可一天事儿。
有本事你过来收拾我呀。小混蛋。我今儿叫张希上班啊，你等啊，反正我回城回来缓过来的，大家等着。对，师傅，来，我走了啊。七江，昨天电影没看成，今天应该补上了吧？我们可以顺便逛逛街，你有时间吗？那个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昨天跟着我那客户谈判谈了一宿，一分钟我都没闭眼。要不然你看，咱改天吧，行吗？我实在顶不住了。那好吧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吧。亲爱的，怎么样？美吗？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哎，你快看呐，这颜色。太好看了，太配我了，就是要这种 feel。大牌包就是不一样啊。嗯，这范先生够大手笔的呀，一送送俩。哎，你没听说过吗？人家说呀，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啊，他不一定爱你；那不舍得为你花钱的男人啊，那是肯定不爱你。不过我警告你啊，上次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注意点节奏。虽然咱们说让他多放点饵，可是你也不能太贪心，这样的话男人会被你吓跑的。我懂，放长线钓大鱼嘛。不过呀，要是照这样每个月来一次，那我可就心满意足了。哎。哇，最近你跟齐江怎么样啊？他呀，不到6点就到家了，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。就因为他睡着了，我才来找你呢。还想在这脚踏两只船，我看看他到底有多少精力。哎，你就不怕他回头发现了，不来找你了？不可能。哟，他哪舍得得呀？再说了。我有好多大招没使。哎呀，聊胜于免啊，你呀就好好捍卫你自己胜利的果实吧。嗯，
哟，乔子美女也在呢。哎呦，那太正好了。正好乔大美女在这儿，我呢就把话放在这儿。英子，嗯，哥们儿已经爱你很久了。哎呦，今儿个呀，特地来给你表达一下爱意。是吧？啊，谢谢姐姐。不客气。蒙谁呢？蒙谁呢？宽哥送的吧。哎呀，还是乔大美女兰心蕙质，一眼就瞅出来了。人家宽哥特意给她买的巧克力。哎呦喂，英子，你这哪儿淘来一货呀？看着还不错呢。哎，你把眼睛睁大点，你看看这颜色，你再看看这质地啊，它能是假的吗？真的。行行行，无所谓，只要您英子姐背上这包，那小屁股那么一扭，那什么货都无所谓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嗯，不过这不合适吧？啊？反正人宽哥也说了，说让你别多想，他没别的意思，给你买来就让你高兴高兴，你不爱吃吗？请问是英子小姐吗？我是4K 巧克力店的服务员，这些是一位先生订的，让我务必送货上门，交给您。谢谢啊。好。哎呦，慢点。巧克力？哎，你赶紧给我搭把手。巧克力？哎呦喂，这不能是宽哥给的二次惊喜吧？这个，我去，宽哥也太可以了，这。我看看。范先生，哎呦，这世界真奇妙啊，什么事能撞一起？嗯，哎呀，不过英子，我觉得这都是心意，你呀自己心里面别把哪边看扁了就行。我知道，我。宽哥说一下，以后别再给我花钱了，他赚钱也不容易，帮我谢谢他。嗯，还有就是，我最近交男朋友了，而且条件我也挺满意的，你懂，明白对吧？我懂，我懂。但是这事儿吧，我觉得还是你自己跟宽哥说吧，我说多不合适啊，对吧？不是。英子，你什么时候搂这么大一手笔子？怎么不跟组织汇报汇报呀？这不是还没确定关系呢吗？等确定了，再给大家一块看看。得嘞，那你们聊着，我祝你们幸福啊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这儿聊吧。我知道了。Welcome to my humble abode. 哇哦，好漂亮啊！哎，阳光真好啊。嗯，这是客厅。你喝茶，有时候。嗯，这是餐厅，在这个餐厅里，你可以吃到北京最好吃的菜。这边的厨师非常的棒。真的？嗯，想吃什么都有。想吃什么都有。卤煮。应该有。知道吗？我觉得
我总觉得你的房子应该是那种特别简约的，不像是这个。这个房子我觉着是很好，但是好像是那种至少有两个孩子，一对父母，然后男的还不在家，养一只狗，有阿姨，还有姥姥，那种就特别大的那种家族。其实这个家是我公司上面的人安排给我，我没有特别喜欢。哎，那你干嘛不买一些喜欢的家具呢？然后还有一些饰品给他换一换。因为我觉得我常常不在，为了工作一直飞来飞去。其实我住在什么地方，我觉得就算是酒店也不算家里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因为有你。如果你想买什么东西，放什么东西在里面你觉得好看，我都可以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在，那任何的地方都算是我们的家。你愿意吗？发烧晕倒了，听说之前去了趟培哥那儿，回来就这样了。哎，你别跟爸爸妈妈说啊，他们俩不知道，没说漏嘴。医生说什么原因了吗？还不出来呢，正做检查。啊，来来来，什么情况？啊，没什么要紧的，我们已经对您的女儿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，她各方面都挺正常的。基本上就可以排除了身体器官疾病所引发的触诊现象，那剩下的唯一的可能性啊，就是心理因素了。这心因性的疾病啊，原因可是非常复杂的，像什么激动啊、
疲劳啊、担忧啊，都有可能引发这种现象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们实在太担心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可以去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诊所，到那儿做一些测试，然后进行治疗。另外，平时啊，你们要帮助病人调整心情，缓解压力。哎，是心理医生吗？哦，那现在能看看孩子吗？那可以，可以，保持安静。好，请。哎，这没了呢，没了，挺好的。嗯，那医生这药挺灵的，都是你，一会儿找对象，一会儿换工作，我不是为他好呀，那是你以为的好，你问问孩子他自己的感受。就你这人，我现在问也可以嘛，大毛是吧？妈疼你，她知道。嘿，你让孩子怎么说呀？你行了，你别忙着指责我了。你带那个心理医生看不看啊？哎，如果猫真有心理疾病，心理医生我觉得还是应该看。但现在不是这么回事儿，我觉得你给他的压力太大，你给孩子一个宽松的环境比什么都好。什么都是我不好，孩子有毛病全都是我不好。大毛，你出生那天我就操碎了心呐！你管了几天呐？啊，从这么小，从上幼儿园，从到上中学，然后上初中，上高中，选学校，你管过哪？你管过多少？这话你说了多少遍了？屈指可数。行行了，有完没完？不是，我没什么事儿，可能就吃什么过敏了。哎，我看看去啊。谁呀？叔叔，是我。大猫好点没有啊？我想带他出去走走。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时间差不多了，放风筝的人都要出来把风筝放到天上。你总会有爱上我的那一天。我会等着你的爱慢慢长大，你手里的那束花不也是三月种下六月才开的吗？你总会有爱上我的那一天。我会等着你的爱慢慢长大，我偷偷在你心里埋下许多种子，总会有一颗两颗生根发芽。开的花不是你要采的，不是爱，也许是一点点喜欢吧。我坟前的那朵紫罗兰，你总会瞧它一眼。死算什么？你爱我的那一天总会到的。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。
那天以后，你昏睡了一天一夜。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你把那一切全忘了。我觉得你倒不是因为磕坏了脑子，而是因为你的记忆选择性地删除了那些不开心的事。可问题是，你把那一整天都删除了，包括我们的事儿。我觉得我不能那么自私，为了自己就把你这道伤疤揭开。我害怕看到你不开心，所以和你一起选择沉默，为你保守秘密。可我现在发现，逃避和遗忘不是办法。你心里面还是有这条阴影。这件事情，只有我、你和我爸知道，是吗？对。你现在长大了，应该更加的会体谅和理解别人。是人都会犯错的，对吧？而且你必须直面这种障碍，你才能把这个病根给去除掉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一切。在你经历了我的失忆，还有你父母的离异以后，你还相信爱情吗？如果我不相信，怎么会等你这么久？想说然后呢，没然后，好朋友变成了借口，适可而止的温柔，连沉默也不能太久。也许在我斗嘴你摇头，在眼神另一
种交流。可为何我们偏就缺了那一见钟情的理由？